2024年1月9号咧，朝头早7:46，咁你呢架咧 LGV 咧 ES 7273咧，就行经呢个屯门公路56.1B 嘅左一线，就进入我哋呢个青山公路方向嘅。咁咧7:30至9:00咧。屯門公路左一線咧，巴士專線實施期間咧，除咗巴士種類嘅車咧，等等先，我講埋先。除咗巴士種類嘅車之外咧，就唔可以咧由屯門公路左轉入去青山公路方向嘅，清唔清楚？咁係違反咗咧道路個標誌嘅。咁而你向我解釋嘅理由咧，就係話前面係撞咗車，有交通意外。就塞車，所以你就要避過嗰啲咁嘅。咁你係一個交通警察啊？咁你知唔知道屯門公路前方而家係交通？嗱，我通知翻你，我哋呢度係新界北嘅，前邊咧過咗呢一段咧係新界南嘅。即係你嘅無知啊，係咪？我唔係無知，我係呢個超越咗我嘅執法區域嘅。因為而家已經係有交通警去緊啦，亦都有啱啱有隱形戰車去緊啦，網上嘅資訊亦都係大把啦。係，即係香港警察。交通警察的資訊都不比我一個普通市民司機出發之前做的 confirm 清楚的。不好意思，因為我們是有分執法的區域的，我不可以超越了我的執法。你不需要關心香港其他所有的道路安全的事。不是這樣說，是不是？你在邊界那裡做的事，你不需要知道隔離少少一公里之外發生的事情。而我是有合理解釋為什麼我要走這條路啦，是不是先？你这个不是合理的解释，你可以，我当然是一定要继续执法啦。咁我哋都同你讲咗，你可以用呢个解释理由去上诉嘅，就系咁简单啦。明明清唔清楚？未噶，系咪要我乜嘢？我需要你嘅驾驶执照，就发出一个定额罚款。咁你可以咧就攞呢個交通意外嘅原因咧就去上訴，去邊度上訴啊？唔該你講埋。嗱，一陣間我張票後面咧就有個電話嘅，我會話翻俾你聽嘅。冇收檔喎，繼續抄抄到九點喎。係啊係啊係啊，執法執到九點啊。嗯，好啊，非常。抄到九點係執法嚟啊。先塞車，唔好行呢度啊，知唔知啊？唔好行呢度咁樣，因為過咗九點，因為早過7:00。有冇指示俾人哋行？